随便讲，可是在配音的时候的确会比较用力，还有你说的那个嘴巴打开，是嘴巴打开，然后咬字会比较用力，所以像平常一般人讲话就是这样黏糊糊的，我们就在麦前面的话是不行的，不要这样嘛，对呀，很好啊，不要这样嘛，我们就不要这样嘛，不行。年轻用语现在会有这种年轻的，除非是配年轻的戏，但如果你说配一般正常的戏的话是。这样就不、OK、就是咬字清楚是基本要求，一定要。但是我真正最大的疑惑是，我们那个年代配音员哦，身兼数职啊，除了主要的声音之外，一些那种那个背景声哦，环境水声啊，然后一些杂声啊，风声、风声、开门关门啊，拍手声，或者那种声，那种火车的呜，就是旺旺旺旺，这么像背景杂音。背景杂声也是老师配的吗？现在还是要自己处理。他说的那个其实是广播剧啦。哦，有一些简单的可以做了。嗯，就是你在喝水啦，或者你在看信啊，哗啦哗啦纸声啦什么的，它有一个铺一个地板让你走路的声音，然后开门的声音、关门的声音。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杂音了。对，那个特重要。那杂音，比方说是怎样？譬如说，我们现在到了市集啊，哎，我们来演一下，你们演买菜的夫妻嘛，好啊，我演卖菜的，哎呀。我们要听到一个大环境的声音就好了。来，一二三，我们来一次，你们来一次。好，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叫了，我们现在要什么打？市集，你卖菜，我卖菜市场，菜市场，现代还是古代的？古代，我们要演什么？古代，古代的，古代，还有古代吗？古代，哪个朝代？啊，哪个朝代啊？哪个朝代？清朝，清朝，清朝，不要宋朝。OK， 好。指定是宋高祖的时候 ，OK， 长安城，长安城，哎，有文化，有文化，好，没有再来一个十几秒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先来，感谢，对走走买菜，来哦，喝起来，贵哦，上线上贵，菜摊贵，菜摊贵，来哦。太吵了，观众险些崩溃。这不是市场，没有对，这不是市场，这就疯人院，疯人院，疯人院，而且听到嗡嗡嗡的，对，直接嗡。我刚你有听到我们的对话？有，非常清楚。他那么大清楚吗？你说5000块，五千块，他说太贵，我说不要买，我说你去死。可以这样吗？行，这样你就抢了主要的，会盖掉那个声音。对，那你们来一个哈，市集的。好的，古代哎，老板，哎，乡亲们，冰糖葫芦，真的，青菜萝卜，哎，这个大爷，好，去那儿吧，好，五分钟鼓掌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慢走，掌声鼓励，哇，真的是这样的，真的，我们会抢到，我会抢，你们会有节奏，此起彼落，我们会一直不断的铺陈，哦，你们听到。他们在讲话吗？没有，旁边的我们不会特定的去管人家讲。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可以组成那个阿卡贝拉。微笑调高一朵主动。我们会自己跟自己讲话。没有，我觉得因为刚才六位都是专业的，所以很有默契，如何表现？现在如果夹杂一个业余的或不会的，就像刚刚你那叫那么大声，就完了。我就是因为刚刚在那出戏里面我是主角，我是卖菜的主角，是你们压过我的声音。你自己抢戏呀！老师加入你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另外要不要换另外一个东西了？另外一个环境，我们现在碰到20-30个人在打打杀杀的，械斗，械斗，械斗，群殴。我是不专业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专业声音小一点。对，你负责尖叫。好，我负责尖叫。你是在衣服的，低下去。好，我负责尖叫。古代的吗？还是现代？都可以，就打他。OK。好，预备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尖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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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尖叫就行，就听到一个尖叫，很专业，对，很专业。不错，
就是有一种很混乱。棒，女主角这边叫得很好，叫得很好。有人要负责救场，因为徐老师那个声音的穿透力太强，你高又亮，你叫出你的音，其他的音都压不过你。对，但是就是会有一种背景，那感觉就有出来了。他们做的就是那个背景啊，好专业。砸声带这三四个人就可以做千军万马的。对，所以今天了解到配音员的专业，谢谢各位前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你们来。